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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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无甲伊人拄仔讲的话，我无想要对伊起来闹剧，要毋过，你莫搭电话底线。哎，我甲你讲算笑的，你莫遐尼生气啦。我甲你讲的，甲也袂好到会当讲算笑的无？紧讲啦，叫我来是要创啥？张嘉玲，伫咧最后一间。你甲伊整好。我无甲伊当，啊，毋过你人一定要甲我顾好。你毋过你毋讲要甲伊送去整容？ 我改变主意啊！甲伊甲我同款的面头落来，以后不得卡个会当利用。也毋过，我听讲伊是你上亲阿姊妹，你敢是真诶？你敢会无想者？知影愈侪对你无好处啦，因为相识诶。 拢是知影上济，爷爷生日蛋糕点名吹蜡烛许愿，这是一种仪式。爱吹蜡烛许愿，安尼才有过生日的感觉吧。其实我真清楚，照我即马即个状况，嘛毋知会当活偌久，所以我才特别想要过生日，因为这有可能是我即世人最后一届。已经感觉我超好笑的吼。 我即摆拢安尼啊，还阁想要过生日。你讲有这样有道理啊！你拄生甲恶魔家里，真正有可能是一条筋唔对，就甲伊处理掉。算你好运啊，这是够长，你蜡烛哦应该真多。来啦。 蜡烛把你传好势啊，就当吹蜡烛许愿啊。来啦，蜡烛把你传好势啊，就当吹蜡烛许愿啊。不要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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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
你看这里，你别忘坏啊！回来，路还有多少？突然搞不清楚，等我搞会融化，我全上下。 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张家人人咧？可恶！张家人，出我报告偷偷走出，但我给你抓到，我绝对袂放你出。哥讲遐尼侪废话，啊，不管你找人。我跟你讲，我即摆来找。亲，你个先来家己去找。